主料淮山500克，猪肉25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豉油、蒜、水、淀粉，淮山去皮切片，蒜切碎放上面，猪肉切好，用油、豉油、蒜和淀粉拌匀腌10分钟。锅里先放油，再把猪肉放下去翻炒，加水煮，另起一锅，先放油再放淮山，加盐翻炒，加水煮，煮熟加豉油调味即可，把淮山装碟，猪肉煮至收汁，加豉油调味即可，把猪肉平放在淮山上面即可上桌。烹饪技巧，淮山切薄点才容易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